出货啦！注意看，今天的男主角名叫小帅，小帅带各位来到新开幕熊嗨新乐园桃园大林店，桃园最大一日游，食玩亲子乐园推荐景点。花1000块来挑战看看，看能夹多少个零食。再各位开箱，走。看看这人潮。4月1号到4月5号清明连假试营运，欢迎仙人挑战。小姐姐仙甲挑战10元出货，出货啦！换小帅家，出货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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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帅光玩这台加了17包海苔，各位觉得划算吗？保家是保家，装后面抓一把，这个就是很多散的，再进去，再进去，再进去，好，帅一点，看能不能夹一把，出货啦！好，前面那两个可以拉下，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好。出货啦！好，这样就好。出货啦！老婆很牛逼，真他妈厉害！厉害！出货啦！自由。出货啦！耶，好。出货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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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出货啦！怎么样？加币哥，出货啦！结束，我们加别的了。干，好吧，刚好三十万。出货啦！夹到满出来。小帅开外挂，技能点满爆表，满满一车。活动期间是营运，赶快来，有免费的地瓜球，外酥内软的口感让你一口接一口。4月1号到4月5号每天下午2点，分享此开幕贴文即可领取一份，限量720份，一人限领一份哟。超可爱熊熊造型鸡蛋糕，4月1号到4月5号每天下午2点，加取10样即可至柜台领取号码牌兑换哦，限量500份，一人限领一份哟。那我们今天花了1000块夹了这些几样，那我们来算一下总共有几样这样。总共加了42样，各位觉得划算吗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